去抵抗灰心的冲撞，张开手拥抱那神奇的能量。原子少年飞翔的星际导师 Ella 陈嘉桦，少年们 ，Have fun， 冰粉，加油！现在让我们来欢迎星际导师昆达。老师真的超帅的，好帅哦，怎么那么帅？原子少年，给我你的 energy。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男团出身的，团体里面总是会有一些人早到，有些人晚到。我这样的状况是方式怎么解决？罚钱呢、啊？迟到一次罚个500，会不会太多？欢迎星际导师。Nick the Rio 周昌豪，原子少年 ，Wish you a good life，Let's do it。我应该是属于热心热血型的导师，我希望他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，然后我们一起来一起解决。